这么多天了，咱今天是不是得吃点好的？在家烤肉的滋味到底有多迷人？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不过咱们今天正儿八经的，不看技术，看肉质。都说齐齐哈尔烤肉如神仙般好吃，我一下子买回来四家知名齐齐哈尔腌制好的牛肉，咱们浅尝一下哪家最好吃，都是为了让你们不踩雷呀，不然我会吃这么多肉哦。给我个赞吧，快点的。好吧，求你了。给你。马小马家烤肉、鹤香东北烤肉、齐韩杨家烤肉、东北绿都烤肉，我靠，这几家邮费22、22、35，我现在才看见。而且他们都是礼金包邮。血亏呀你！血亏呀你！嘿，我个大冤种，都买了一斤，邮费加起来花了我70。家人们，这波确实是我恨铁不成钢了。家人把血亏打在公屏上。来吧，上家伙，新买的锅呢？首先第一款，马小马家，这应该算是名气最大的吧。先放着油纸。哇，一打开好香啊，孜然的味道直接爆出来。这个肉看上去很不错哎。看着肥瘦相间的，我没有放洋葱啥的，就感受一下它本身的味道吧。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我感觉一会儿物业要上来了。家人们谁懂，我恨不得马上把机子甩了。来来来，你来烤。算了，这吃起来的不好吗？虽然我冷冻了几天，但是你们细看这个肉质真的很不错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晚来了，每家都有自己的调味料。哇，好有嚼劲啊，不过可能我火太大了，外皮稍微有点老，不过里面一咬开还是非常弹嫩，比我想象中厚一点。这牛一看就没少运动，以我这个技术还能做到弹牙，真的是了不起呀。行，让我们来尝一下。我也要尝一下。我先来。这个调料里的芝麻好香啊。嗯，你眼真尖呐。这肯定更好吃呀。会吃还是得看你韩姐。看你韩姐。那不行，我要再来一块。韩姐这波操作必须点个赞，尝尝这辣椒粉呢，好吃。那还有烧烤粉，这都被你看到了。试试看那个。哦，那还有个洗衣粉。洗衣粉就不用了吧。加了辣椒，烧烤粉也太香了，不蘸其他料，它本身是微甜的，牛肉独有的香气，不腥，反而有点奶香，很醇厚。没了。哎，我还吃一口，一吃就知道确实是好牛。如果家里有洋葱、香菜、辣椒粉啥的，味道直接上一个层次。想想去烧烤店，一盘子肉20-30，我这一斤差不多三盘了吧？肉质也是不能比的。齐齐哈尔烤肉确实有点东西哈。吃掉了，这个能打3.5，第一种嘛，垫个小鸡脚。但是我感觉这个还不是我最喜欢的口味，我比较期待下面。来，第二盘，鹤香东北烤肉。哎，等等，这个是牛油吗？是的。哦，看来要用原油烤原肉啊。这个牛油闻起来有一股香葱味、这好香啊。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上班时间公款烤肉。对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。这个肉熟得好快呀，闻着也有一股甜香奶味，一点不膻。有人吃过东北地摊烤肉吗？和他们店里的香气很相似。这家烤肉颜色和马小马家有些区别，稍微白一些，肉片也薄点，同样蘸一下鹤香自带的调味粉。我感觉没有上一种好吃，没有那种油香。这我还是用牛油烤的，而且它的蘸料里面有花生，味道很浓。我都迫不及待上去了。是的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这么明显的差别吗？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，一点都不香，真的不好吃，吃不来肉的味道。我加了辣椒粉和烧烤粉之后还能接受，后劲还有点泛酸，咋说呢？你说它是猪肉我也信，2.8分。看来也不是随便买一家齐齐哈尔烤肉的牛肉都好吃。你们还有人吃吗？谢谢。留给其他同事尝尝，我要烤下一盘了。齐韩杨家果然还是肉质的问题，这个一打开就香了，而且颜色也是正常的红色。哇，这个香好正宗啊，可能这个没有那么甜又不孜然的那种香气。我也过去了，闻一下。我的妈呀，这个料一撒，香绝了。哇，这个里面有辣椒粉哎，还有花生。我吃了哈，哎呦，这好嫩，贼香，入口爆汁。不过料可以多一点。刚刚谁说的？够了。现在加又不是不行。我的天哪！多吃点料没事儿。你们尝一下吧。让我来一个。好烫，这个是不甜的，但是又有奶香味的那种，很浓郁。这个就是能吃到的牛肉味，好吃，而且这个好嫩呀，这很香哎，这个。这块咸死我了。我就要吃这个咸死我。你就蘸料多。加入辣椒粉更好吃。这两个人在干嘛呀？好吃。我吃的太饱了，它不甜，但是有种奶香味，浑然天成的那种。如果说第一款是运动健将，那这个就是从小泡在牛奶里长大的，娇生惯养出来的，肉嫩软香。好吃死了，即使不加辣椒粉也风味十足，我狠狠打了4分。如果唐氏店里有这个烤肉的话，我觉得我会成为回头客。我也会。哦，我刚才吃了一块有油的，太香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嫩。喜欢每个人不一样，我有点对视一眼，这就是那种羊肉串的感觉，烤羊肉串的香味。来来来，交给你们，来来点辣椒粉，狠狠的辣椒粉。你不是不吃了吗？我要尝尝有辣椒粉的。这边很扎扎，一满泥。
粒粒皆辛苦，多向韩姐学习。让我学习，太好吃了。最后一款了，我现在的味蕾已经被齐韩杨家拔高了一个层次。来，东北绿都烤肉，这个也听过蛮多次了。这款里面没有油，怎么有股麻辣小龙虾的味儿？冷串龙虾尾的那种感觉。来个人帮我摊一下这个肉。瘦肉的颜色应该也是对的。麻辣龙虾，放得下，这边还放得下。这几个女的也太能吃了。一个块好了。尝原味的。你现在在干嘛？这个人偷偷的。这么小，我也要吃。怎么样？嗯。说点话。嗯。说人话。你们来尝尝，来尝尝。来，感觉放点辣椒更好吃。哦，这几个女的也太能吃了。没有人在跟观众形容味道吗？我的眼里只有肉。我都没见他们吃饱过。我马上去问哪里了，别逼我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吃，我走。站在这里是这个感觉呀。哇，救命啊！为什么我的腰在这个镜头里看着这么粗啊？你看我那个肚子，这也太显胖了吧！以后不能站在这个位置上来了。它有股牛羊结合的味道，不是很甜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奶味，但是它就是那种羊肉串的味道。对，但它里面带的本来的原来的调料味道在里面，你后劲可以吃出来。是的，还是蛮嫩的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这可能更符合大众口味，大家在路边上吃的那种味道。对，如果喜欢吃奶香的，还是第三个。大河下岗啦！原来这个位置是这种感觉。你来吧，把那个油直接放嘴里了。这还需要我说味道吗？好像已经没有我什么事了。反正我最喜欢第三个。我都喜欢，除了第二个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该选哪个了吗？我全都要。信口开饭，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率。